好，这是我们的布偶猫日记。这小小的布偶猫 Red Doll，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Precious， 中文名字叫做宝贝。那这个小宝贝它生出来的时候，本来还有其他两只的兄弟姐妹，但是不幸呢，就在生产中都一个接一个的连续两天都去世了，然后只有这个小小的布偶猫 Precious 它顺利的进入2021年。所以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就跟踪它，做我们 Precious 小宝贝的故事。那它今天是三天大，那它在睡觉。那因为它只有一只猫，所以它睡觉的时候，当妈妈不在的时候，它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跟它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放了一个小小的小熊猫来